你在那犹豫太犹豫了，你要么大坦，要么大脸上的两个，你都不大。但你大后排去，那不炸了吗？这不，发育一会儿吧，发育一会儿，我个引线。我操，他装备有点好，哎。哎，杀他呀，杀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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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装逼。杰斯，杰斯，我大了吗？好大吗？好大吗？杰斯没闪，杰斯没闪，杰斯没闪，别大他，别大他，大枪。好大。稍微换点血，就换血，就换血。我可以来下路，这个图图在找死。等我从线上来，待会杀露露就行了。行行行，我放线，那我放线，那我放线，我不压。放线就行，主要是过来也没用啊，你他妈台也被别人打断了，你是过来过来，过来有什么用呢？要了个兵啊。要两个兵，我操！露露不见了。好，露露在线上，线上，露露在线上。可以，你来就可以。我直接来吧，我直接来。来来来来。我操，没勾到。哎，在上单，在上单。还在。浩森能吃吗？先刷了。我怎么感觉他们的这个处理不太好呢？黑线然后回去，他们其实好像也挺健康的血量。这样处理的话，感觉他们自己自身是亏东西的。还能刷上去了？要补浩森。哦，两还在这，他打上路合适。不是吗？哎，中路可不可以搞啊？好像不行，我们得蹲一下。我帮你，哦，他在这里。二十八个刀，先给队友点信号，如果对队友来不了就无所谓。他们两个还没回耶，露露闪现还有一分多吧。闪耀和火药，这是最强搭配。还有八十秒。哎，趁这个。开影来下哦，开影我再下。OK。我把上半句吃了，我闭了来下。我可以去放野、放了就放这里，我们不压线就放这里。闭着不啊，真闭啊，感觉我血量。别打别打别打，走啊走啊走啊，交闪吧，交闪了兄弟。他这边直播，哎，他一小瓶吗？可以可以，嗯，看到了。你还有药吗？得来得来得来人得来人，还有个饼干，我在赶我在赶。他们想吃包啊，没事。杰斯也来了，杰斯也来了。狐狸能踢吗？我们的狐狸没踢，我没踢，我带去点燃。我在靠，我在靠。能不能再拉一下 ？OK OK， 别急别急，还行。夹住了夹住了。慢点慢点。哎，朱华。Nice， 能走吗？别走，别走了，别走了 ！A 他们其实正常的去补刀，我根本吃不了兵，知道吧？好的，别废话，别废话，我根本吃不了兵，我可能还漏几个。nice， 牛逼！大队长，你们要来的话，大副可以，大副看吧。我们二 v 二也行啊。对啊。要越吗？要越我得推线。那不越的话，我要回线了，我先到了。这版本兵线太快了。我再跟他换血，我再跟他换血，我再跟他换血。啊，露露这个有点尴尬呀、有 Q 吗？泰坦？没 Q， 没 Q 六秒。我结束了。用吗 ？A 一下 ，A 一下。露露也可以的，其实。我没有。你送我，我这没办法。很赚很赚。我这一打 A 还好吧 ？Q 啊，没办法。死个辅助，你能吃毒伞，还好吧？还好吧？真的还好。我都没 Q， 也没啥办法。
这应该是装备经济是绝对没有好的，知道吧？嗯，不太好。但他没闪，你得抬到才能高，因为我觉得你没活不到他这个。我再往中点。带我野区看一下。打的先锋吗？那没人的呀，他先做的鞋子。越了再打先锋吧，越了前面打架厉害，前面打架拉扯强。怎么说？我可以直接大，那野区，那野区你得看，得看，大准备可以直接大的，我这个大可以直接大的。那你得。啊、不好来，我不好去。但我感觉越不了。大龙吧，大龙吧，是大龙吧，我不太好去。拉龙吧，不好越，感觉。早点来，龙哥。我来，没事，你先把龙打了也行。你先打个蓝 buff 回点血呗，然后再看呗，好吧。露露是没闪的，大嘴闪也没好。我也大了。嗯，我知道。你大有闪是不？最后大有闪，你这波来是必杀的。我现在不好有了。没必要有，然后他别动就行了。不要嫉妒啊，小白。他们这下路也没眼呢。都是我的爱。开，我有大。看位置，等一下，他如果补这个刀就能开。没闪。能杀两个。凯隐来了，凯隐，我也打。但我可能要死。九号往外拉，是吧？保一下 ADC。杀了不见。听到了。他都有 T 的。Nice。十分钟他可以踢的，小心。这个也可以杀，我觉得。不杀。建议你们先走。不杀。他的装备其实，我说实话，他就是。在没有说拿到很大优势的情况下，主宰系我感觉没起力气发育舒服。他还要实现。踢了。我下波铁男没大。啊，不太打死。铁男没大的，欧印他，铁男没大的。哇，解散了。灭火了。秒一个吗？我踢了。哇，这波不是很赚，被压上，被抬到有点可惜，兄弟。我上路得去看一下，我上路这个过得太舒服了。太团队了呀，身心面具。哎，你把爆破一亮，拿兵。上路先去搜一下吧。你打个人数上，你先走过来。铁男没。行，你要说要等的话，等不到这个蓝切了。我看了一下，最后这个蓝切刷新的时间还要攒80%的80%的倍率。有机会。我直接打了。你打吧，我看你。还应该做一个红影。杀海影，拉出来。我再扛，再扛。够了，这没办法。别打吧。大嘴没闪。下线，下路线。发育，下路线。上路。然后石头人去守上线。啊，石头人。啊？没有没有。刚刚可以看我，咱都杰斯在下路。哎，杰斯来了。那先锋不要了，推动。行。先锋不要了吧？先锋不要了，来不及。这样的话就这样要不了了。这红 buff 不能吃的呀。配不了中，先锋给他们。他就想推上塔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想推上塔。红 buff 还在。别让他推这个上塔，推这个上塔，然后我们一定活不了。我要去守中。中路可以看吗？你来就能看。大准没闪。就哪怕他把这个气急跑，闪现都交了，他们没血了，我们都能追击一下。但是，你倘若如果开到，那肯定他死了，我们。看凯隐，看背后，后续团战是比较好的。后面有个人，但是，我他妈，我被打了一万点，兄弟，这边也在打，这边也在打。没事，大嘴死。我没大，没大的。啊，推中塔吧，还有炮车。我被压铁男有大，我操，铁男有大的，铁男也在。我说了，也缺一个凯隐或铁男，没事。凯隐在这，凯隐发育有点好啊。
他杀我。我在，我在。我在干。哎，能看吗？能看吗？有吗？抬到。哦，好大，好大，好大。Nice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能减速，减速到大嘴了，大嘴没闪，大嘴没闪，快点杀，快点杀，点蓝牙了，王先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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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要管你？我来不了，来不了，来不了，我没蓝，来不了，来不了就算了，来不了算了。发育，发育，发育，我敢卡住。哎，我在直播中线，我在直播中线。这种情况 ，R 五个还是有用的 ，R 五个还是有用的，这个不能尬黑啊。还有交闪吗？这种情况 ，R 五个还是有用。交闪。感觉得逼下中路，要不中路直接开，我已经到了。大嘴没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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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嘴没闪。我得，我得一手，我得一手打野。OK， 我手打野，我手打野。我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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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推。打野，打野在后面，在后面。看一下吧，能可以留他不？可以稍微看一下。我有大，这个东西有点难抓吧。可以尝试，我有大，我有大，还好。他每盾其实还好。我们手中啊，阿菊我们手中，他们两个去就行了。我们要收中路哈，别出去。算了吧，这不你出太快了，你出太快了，算了算了。五十秒，小龙准备回家，该买装备的买装备，准备补状态打小龙。他们已经来，他们已经来包了，他们已经来多了。这个野区给他们，我有水银钱，我有水银钱，我有水银钱。我可以骗铁男关我，我可以骗铁男关我，我直接解，我有双招的这波。都来正面，先都来正面，都来正面，别急，都来。来来来，这里面有眼。哎，狐狸那个位置，我们直接打他去切狐狸了。不是不是，打不了这波。他没大了，没大了，大了。秒一个，秒一个，可以秒一个吗？我操，铁男没闪。怎么不光大呀？是那个谁？他没大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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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杀他，就杀他。铁男没闪。哎，不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大他？快走，快走。哎，所有人搭凯隐啊？为什么搭后排啊？我没看到凯隐啊。不是不是，刚才搭这两个人也行啊。我的，没看到。你在那犹豫，太犹豫了。你要么搭凯隐，要么搭脸上的两个，你都不搭。那你搭后排去，那不炸了吗？这不。发育好吧，发育好的。我操，他装备有点好。哎。哎，杀他呀！杀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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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装逼。杰斯，杰斯，我大了蛮好，大了蛮好，大了蛮好。杰斯没闪，杰斯没闪，杰斯没闪，别打他，别打他，大家的。好大，好大。OK， 我拉一下，我拉一下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他。我的呀。哎，我解释，我解释。算，能杀吗？能杀吗？哎，他撞墙了。能一波好强。我抓不了。你们带先一波，带先一波，带先一波。不了，一波不了。中推就好了。破一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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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一路。一波不了。我们这大龙丢了不亏啊，我们有小龙啊，兄弟们，他们不拿小龙。我们还能破一路这波，他们送了。听牌龙，十多人回，十多人回，十多人回。OK， 我感觉十多人回，十多人回。你没大招，其实没威慑力的，真的。推着走就好。先走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打团岩雀跟我在一起。会不会有闪？对，我跟你在一起。狐狸自由人打团岩雀泰坦跟我在一起，石头人在顶在我前面就行了。哎，这个位置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他什么意思啊？老公，他死了。不点伤害，不点伤害，不点伤害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海南，哎，凯隐，凯隐，凯隐，别急，打凯隐，打凯隐。哇，太痛了。没事，没事，可以。我操！夜刃没破掉吗？我刚看到夜刃破掉了吗？没把他撞起来。人家有表，没表还撑不起来。太高了。他装备好啊。没事吧，等龙魂吧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龙魂。等龙魂，别急，等龙魂吧。杰斯交闪了，好像跟我同步，跟我同步，杰斯交闪了。刚才这个杰斯勾巴在送，我操！这杰斯这就是在犯罪好吗？这杰斯。我们的小龙感觉一定要拿到，我也差点想表。不是别慌，兄弟们打团真别慌，我们优势很大的，其实他们就开影飞。刚才这波团主要石头人没大到人，大到人其实也能赢。兄弟快走，快走快走，快走快走，反正走不掉，你走吗？走不掉可以卖，走不掉走不掉可以卖，走不掉可以卖，卖了卖了。哎，不是不是，能打能打，别卖别卖。他关了一个，破盾破盾，被破到了。
往里走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我没 E， 我没 E， 死不掉，我死不掉，我死不掉，收到了。好多好多。杰斯，杰斯，还有在冲。嗯。杀完，杀完。被炸死了。OK， 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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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副走吧，大副走吧，大副走了，走了，着急进去做视野，他们我们少人啊。哦，跟这波可以进，这波可以进。哎，秒了，秒了，秒了。OK OK， 留点技能。大大嘴，大嘴，大嘴，大嘴。他没闪，哦，他有闪，他有闪。交闪，结束了，够了，交闪，走走走走，别追了吧。走吧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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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交闪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他没战斗力。说实话，对。我死了。哎呦，就不要躲了。没事，你们能赢，你们能赢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拉扯一下，拉扯一下，我操，完了！卖吧，卖吧，卖吧，没意了。卖吧，卖吧。哎，抬到了。还有意吗？一下就死。可以啊，这意了。Nice。打龙，打龙。没事，应该要打架，赶紧打架。能秒铁男吗？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可以大我了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能杀铁男吗？哦，拿不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快走，快走。能走吗？他有表杀不够，他有表啊。我这波尽力了。没，我们伤害不够，我们伤害一点不够。但是凯隐不是已经有一个那个在保他？不能开吗？啊？先撤吧，先撤吧。撤回来塔下，撤回来塔下，凯隐来了。他没夜刃，他没夜刃。我跑起来了，我跑起来了。拉一下，拉一下。能冲，能冲，能冲。一个一个杀，一个一个杀，一个一个杀。Nice。播了，播了。别急，别急，我减速，我减速，减速到了。杀露露，杀露露。一波到了，一波到了。兵线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能一波吗？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。四十秒。踢过了，踢过了。十人 B 的，十人 B 的踢出来，扛一下。复活有大，复活可以直接大出来。OK OK， 那打好点一波，打好点一波了。大嘴好像没闪现的，好像。没闪，没闪，没闪了，没闪了，就是一波了。踢踢，直接踢，直接踢，大哥，求你直接踢，大哥，真的，你直接扛塔，不然的话，这小兵怎么根本拆不掉？你直接扛塔杀了一波了。跑个小兵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够了，够了。一波一波，基地基地，不要打人，不要打人，基地基地基地。A G D 啊，基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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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道 ，nice，nice， 哇，